月26号，周冬雨举办银河东亚生日会，这也是她首次举行生日会，与众多粉丝朋友一起度过27岁生日，分享成长与经历，记录开启全新篇章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周冬雨和粉丝进行诸多游戏互动，默契十足，共获大奖。好像也没准备，就这样吧。怎么那么僵硬？在粉丝的见证下，周冬雨吹蜡烛许愿，深情告白粉丝，泪点满满。希望我们可以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然后想啥来啥，然后我们一起永远陪伴。第二个愿望我许给我自己，好像不能说出来，说出来就不准了。自2010年出演《山楂树之恋》，以谋女郎的高起点出道，出道至今先后出演《同桌的你》《七月与安生》《喜欢你》等多部影片。接下来由周冬雨主演的《少年的你》也将与大家见面，相信此次冬雨也能再度带来全新的观感。芒果捞新闻祝周冬雨生日快乐，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报道。